立刻想到，哎，我是不是恶人？所以你要 very careful。Complex， 有时候我们想，哎呀，你看我生病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上帝？有没有这样想？有，要 careful， 不然就 trap 在一个不对的地方。还要不要讲下去？越讲越复杂，这样。那的确是这样，我只是告诉你约伯记。所以这么复杂，这很多人读约伯记很难搞通，因为它里头太 complex， 有些关系到观念，有些神学，有些是人生的经历，有些你讲的话对一半，但是一半不对，有时候这现在对，等一下又不对，或者就是你因为做一个 suffering 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这些药这样乱下去就可以医治它，不是那么简单。等一下你这个药对解决心脏，但是又搞出一个副作用出来，所以他常常有这些 issue 出现。所以如果你神学基础不好，去读约伯记基本上是不知都可以讲满yeah， 所以你们平常如果有很好的神学训练 来读约伯记就很有帮助。还有恶人缺乏自信，他甚至遭到了这漂流讨食，然后害怕恐惧，恶人会非常骄傲。你看这边150页有个图片，你看这三个朋友在做什么？指头指着约伯，这么可怜，你看。这个我这个画家很会画的。恶人，所以这一步呢，基本上是谈这个恶人的结果。还有你翻到153页，讲到他们灭亡的情况，灯光熄灭。所谓灯光就是他的生命，熄灭就是死亡啊。灯光熄灭就是死。然后154页讲到脚狭窄，脚步就是你的脚步越来越狭窄。什么叫脚步狭窄？怎么叫做脚步狭窄？来，你看我们走路啊，这个脚步嘛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很宽嘛。脚步狭窄就是我越来越没有力气，或者是因为你脚太靠地脚，由于脚勾到脚，就会跌倒。所以走路不能脚不会自己勾到自己的。所以脚步狭窄，就是它的路越来越陡。所以这个脚步是讲它的前途，前面的日子越来越艰难。这恶人有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讲恶人，不讲义人先。还有一个就是落入网罗，常常陷入一些困难，还有食以俱病。食以俱病，犯癌症。还有第156页，哭，干哭，干旱枯死，都用很多这个譬喻。然后死亡灭绝，所以这一步呢，主要讲到这个恶人遭受咒诅，有面对很多的问题，对吧？这样讲对吗？对 ，OK， 好，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。你刚讲患癌症，这不叫是死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说犯癌症就是恶人，我只是说恶人会犯癌症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我 every statement 都有一个 loophole。我们现在就要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先不谈你那一个啊、哦，我们先讲你意思说，刚才我讲的时候，恶人会有癌症，但是我并没有说艺人没有癌症。
这样清楚吗？啊，等一下我们再处理那一个问题，因为约伯他三个朋友就是提出不同的角度，然后即刻就引发另外一个 issue。所以我们 do it one by one， 我们先理解这个，因为这个也是对的，二人发癌症是对的，哦，二人有癌症，这个是对的吗？啊，不对。啊，对吗？我做二人癌症，就是说二人会遭殃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个，就不相信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啊，一个个来，这是 good question。Cancer 只是讲世界上一个患难，一个生病了，一个疾病。我就简单就是说，就说这个世界上的疾病临到恶人，对不对？这恶人有疾病会生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有对，对对的啊，就这样简单啊。我只是用 cancer， 因为这个比较严重嘛，啊，对。follow 吗 ？follow 吗 ？follow 吗？不 follow 我要讲清楚，不然他心里不平，我就很难。因为我们要 raise other issue 出来，啊，这个你要清楚，那我们就谈另外一个 issue。然后 one by one 你放 together 就开始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，还有他们辩论的观点在哪里。呀呀，就是啊。不过你有问题一定要问，不然晚上你晚上你去读约伯记第三章，我们也麻烦。啊，你不知道约伯记三章是什么吗？忘记，你看，咒诅自己的生日啊！我跟你开玩笑。那个意思说，他们讲的都没错的。就是说，你说恶人遭殃，这个没有错的，啊，因为你恶人就是你不认识上帝嘛，你做坏事嘛，所以你的 consequence 就是，就很像保罗讲嘛，你人人犯罪必有一死嘛 ，same thing， 那死怎么来？可以被杀，可以癌症，你就是somehow就是死亡嘛，所以这个theological概念是对的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就很难在世界上生活。所以这个就是约伯对瑞出一个，就最后约伯提出一个问题说，这约伯一个更细微的问题，迟一点我们谈，就是说，因为他就开始看见，哎，不是那么稳定，不是像三个朋友讲的那么 stable。你说二人就遭殃，即刻我现在要谈的一个就是十一步，约伯说没有啊。我看到恶人也兴旺，哎，现在我们看十一步，好不好？所以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读也不急，不能急，慢慢来。因为它 complex， 它复杂，它的理论。好，第约伯，所以在十一步里头，啊，约伯在这一步呢，你看那个内容解释159页。约伯和他三个朋友都相信神在世界上设立了公义的原则和道德秩序，他们四个人都相信神在这个所谓这个世界里头有一个叫 righteous order， 就像我们相信美国政府在这个美国国家有一个 law， 而且这个 law 是执行的，不是摆在那边好看的，有一些国家的 law 是摆在那边好看的，They never follow， 自己不 follow， 有时候要人家 follow， 就是意思说那个不 righteous。那你去上法庭，那个法官可以因为一点钱就把有罪当作无罪，无罪当作有罪，那个叫做贿赂。神不喜欢这个的，因为你一 violate 他那个公义 order， 你基本上 destroy 了上帝在世界上的一个旨意。OK， 那个蒋弟兄叫我停止休息。
我们再回来再 pick up。 稍微休息15分钟。